帮我查一下车周平刑警的事。如果调查那件事，23年前的事也会跟着。一定要想办法阻止。车为民的亲生母亲因为欠债的关系，现在正在被高利贷逼债。你的债我来帮你还清吧。不过车万平训长与姬贤斋，让他们消失在大众面前。当然啊，我一定会不择手段。失火了，失火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那边不是雪山宿舍吗？微笑吧，纯男。